皇帝，皇，上面上写的很开，下面写的非常的窄。靠得非常近，在这里在顺势拉开，等于上面都很紧的，只有这里是拉开的啊，一定要做到中宫收得非常紧。第这个长横斜的真的是超长的哦，在这里面它最长的。那讲过，既然有伸长，表示有缩紧啊，这里开始缩紧，缩紧第一次，这里缩紧第二次。拉长啊，中间收得很紧，四周拉得很开。D 记也是啊，上面记都有写过，上面写过那个结，下面就记。下面这个部分也一样，上面记不会拉这么长，但是在胆巴地是被这个拉得非常长。会，你就可以发现它的人字旁写起来就比较圆劲，跟三分之一的方力来比，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哈。好，拉长到最后抽签，这条细，对，它这里是，它在这片里面，这里的抖动比较大。圆，点写上去，这第二次出现了。圆，捻，这就比较感觉圆劲一下。好，这里中宫收得非常紧，四周长得比较拉开。捻。油，这个油啊，写的还蛮轻盈的，看起来都不重。从这里开始才有点粗细，再加点行书的动作，油。